和我的太太永远连在一起。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利用我在密码方面的能力，就请不要冒犯他。听明白了吗，高桥君？我在等你的回答。好吧，我会把您的原话向小川将军报告。很好。山本将军，请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您注意。什么事？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什么意思？您答应过要极力争取文维军和钱德勒为我们工作。是的。但是争取并不等于保证能够做得到。况且我要等到今天晚上的宴会上才能和钱德勒正式见面。可我认为您说服他的可能性很小。不是很小，是根本不可能。但我们有协议。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有效地阻止他们，你将按你们的方式行事。不错，但我们需要您的配合。怎么配合？对方在酒店里布置了严密的保护，我们不可能动手。特别是我们惊动了钱德勒之后，香港警方加强了对他的保护，在外面的时候也有大批警察保护着。我不知道我能帮你们什么忙。我要您以个人的名义约他们出来见面，他们一定会来的。而具体的地点到时候我会通知您的。山本将军，您听明白我的话了吗？我听明白了，不过我有个问题。请讲。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谋杀我最好的朋友呢？山本将军，人的要求不能太多，您要救的人太多了，或者是您的夫人，或者是您所谓最好的朋友，二者只能选一。我不会选择。山本将军，我最后一次提醒您，没有您的配合，我们照样可以除掉文维军和钱德勒。同样，没有您的同意，我们可以严厉地审讯您的妻子。你在威胁我？不，我只是在告诉您一个明显的事实，希望您能想清楚。如果文维军和钱德勒因为您太太的情报而破译了紫光密码，那么大日本帝国将蒙受损失，您也将承受失败的屈辱，而最后您和您的太太终将逃不过惩罚。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在我们指定的时间给文维军和钱德勒打电话，要他们在指定的地点吃饭，而之后的事情您不必知道，不必参与。如果我坚持拒绝呢？我们仍然会以您的名义向他们发出邀请。再搞不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人？我有充分的信心能够战胜他，而且我们还有紫光三号密码。山本将军，你应该很明白，保护紫光三号密码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先保住紫光二号的绝对安全。夫人，有事吗？啊，看到我丈夫了吗？没有。奇怪啊，上哪儿去了？哟，你在这儿呢。啊，我跟高桥君谈点事情。夫人好。啊，您好。晚宴的时间就要到了，你该换衣服了。好，我马上来。你说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想。可以，但要快。小川将军在等我的汇报。我知道了。高桥找你干什么？哦，没什么。是因为我的事，他们找你麻烦了。没有。如果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如果有事，我是你的丈夫，
我会负责到底的。但我不想连累你。我知道。可是我没有选择。必须怎么做。你不该对我这么好。你对门卫军何尝不是如此。我想立刻回到日本。我也想。这里是密电所，这里是郭仲良的家。与文文君和黄永清不同，郭仲良没有随身的警卫，出入只有一个人。根据总部情报，这个人在密电所的地位仅次于文维军和黄永清，也是破译密码的核心人物。是的，我已经选择好了伏击的地点，就是离他家最近的这个路口。川岛君，明天我们两个人再去实地考察一下，后天动手。是。大家记住，总部的命令是最好抓活的，先带回来审问。是。你说什么？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只知道当初林琴从南京突围的时候被日本人抓取了，有审讯记录和几张照片，听说对他很不利。他人在哪儿？在调查局。啊，你放心，黄先生和毛将军正在想办法，一定救他出来。你去哪儿？我要去找毛叔叔，他是我爸爸好朋友，一定会有办法的。跟你一起去。等我把电文抄完了再说吧。我们可以去找毛将军，马上回来我跟你一起抄。不，我没有分工，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我们还是去找毛将军吧，这是特殊情况。再说了，我这么年轻，一晚上不睡没关系的。你不用再说了，我要开始工作了。进。将军，该出发了。我知道了。您的夫人呢？哦，她今天不太舒服，不去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总督的请帖上可是有您夫人的名字。怎么？他不想去，你要强迫他，太过分了吧？那要看他为什么不想去。如果是因为做了有损大日本帝国的事情而心中有愧，那么请他出来，把事情说清楚。高小军，如果你再说这种话，我也不去。对不起，将军。如果我的话冒犯了您，我向您道歉。对了。我们刚才说的事情，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吗？我还没有见到钱德勒，晚宴以后再说吧。可以，但我不希望再拖延了。
这是？我想跟你一起去。高桥先生，我不管做了什么都问心无愧，根本不怕见任何人。夫人，请吧。我穿这件行吗？啊，挺好的。我们走吧。等一下，我去拿一样东西。文先生，我是香港皇家警察，奉命保护您的安全。怎么回事啊？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英国政府答应从现在起严密保护您的安全。谢谢你。不客气，这边请。想什么呢？一直都不说话。你想什么？别瞒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想他。我在想，如果有机会，我要把那本日记本还给他。为什么？我不想给他惹麻烦。山本康夫如果发现他的日记本丢了，或是让别的什么人知道这件事，他将面临很严重的起诉。那本日记对你很重要吗？应该是很有用的，但是具体能有多大作用，现在很难讲。我只是大略翻了一下。那你可以晚两天再还给他。这正是我要还给他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和山本康夫是朋友，也是对手。我要和他公平竞争，我不想用这种方式取胜。可他现在对你来说也是敌人，你的任务就是要尽快破译紫光密码。你说得很对，所以我也在犹豫，到底该不该这样做。如果你真的把日记本还给他，你就辜负了青田秀的一番心意。我很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我。这本日记其实只是一个象征，他是想用它来表达一种心意。那你呢？你想表达什么？我。听你说吧，在你心里，他永远是最重要的，他的安全也高于一切，对吗？
这么多警察？昨天晚上的枪击事件惊动了英国人，他们不希望在自己的领地上出现任何乱子，尤其是牵涉日本人、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我们怎么办？总部调整了计划，从现在开始你的身份是中国人，记住请柬上你的名字。是，我叫叶小兰。你是从印度尼西亚来的中国华侨，你的父亲是富商，支持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向重庆捐了很多钱。是，我记住了。你的任务是今天晚宴上与钱德勒结识，一定要自然，尽量博得他对你的好感。是。总部决定这件事情如果在香港解决不了的话，那么等钱德勒进入中国之后，你将与他在重庆重逢。我要去重庆。是的。能见到我姐姐吗？当然，她是整个活动的负责人，你也要听从她的命令。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见到我姐姐了。记住，这件事是最高机密，绝对不能让任何人透露，尤其是你的父母。是，我明白。今天我很荣幸的在这里欢迎来自中国的文维军将军和来自日本的山本康夫将军。今天是一次奇妙的聚会，据我所知，文维军将军和山本康夫将军当年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也是最好的朋友。对于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战争，我们深表遗憾，希望中日两国像这两位朋友一样，尽快找到共同之处，实现和平。为了中日两国的和平，为了欧洲的和平，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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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那个美国人就是钱德勒。从现在开始，你的眼睛就要长在他的身上。明白。失陪。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的。朋友，好久不见，真是太久了，有二十多年了吧？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一坐。可以。什么时候来香港的？好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就不用演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知道我的使命，我也知道你的身份，更清楚你来香港的目的。那你说说看，我来香港干什么？当然是要阻止我和文维军的合作。怎么阻止？你我都在情报部门工作，对特工的手段自然很清楚。不，我不清楚，我只负责编制密码，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插手也不过问。是吗？那么前几天的入室偷窃文件，还有
发生在我房间里的枪战，你都不知道？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好吧，我想我可以接受你的解释。谢谢。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的人是想收买我，还是想直接干掉我？有可能收买你吗？你说呢？如果你真的退了役，我们可以保证你后半生衣食无忧。这条件很有诱惑力。可惜啊，你并不是真的退役，你们这么做只是不想过早地激怒日本军方和美国国会那些不想打仗的议员们。你对美国果然很熟悉。所以我向你提出的条件是，你真的应该退役。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美丽和安静的地方，至于具体钱数，你可以开个价。我自己开价？你们真有气魄。钱德勒先生，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认真的。我知道，而且我同样清楚的是，一旦我拒绝你们的条件，等待我的就是暗杀，对吧？是的，尽管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重庆，只要日本情报本部下诛杀令，谁也保证不了你的绝对安全。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拿了钱回美国，或者等待一颗致命的子弹，对吗？还记得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吗？你和文维军经常争执，难分高下，总得让我当仲裁人。当然记得。山本先生，康夫，怎么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没有战争，与其做这样的假设，不如更实际一些。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和文维军能够去美国，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的。那里没有战争，也没有人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你可以继续研究密码，也可以回到你热爱的数学中去。安静的校园，安静的书房。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改变主意，可以找这个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在等待你的答复。
你知道我喜欢赌博？知道。怎么了？这一次我要拿我的性命和你的友情赌一下。怎么赌？我当然会拒绝你的开价，尽管他们非常诱人。我也知道我面临的危险，但是我是美国军人，我别无选择。所以你希望我网开一面？是的。虽然你也是个日本军人，但我还是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那个过去的山本康夫。我说过，这种事我不参与，也没有决定权。既然是赌，就没有绝对保险的事情，你说对吗？我不喜欢赌博。战争就是赌博，既然我们投身其中，就听天由命吧。这就是你给我最后的答复。老朋友，祝我好运。好吧，我现在也只能说祝你好运。老朋友，你忘了东西。啊，很好，希望你能成功，因为您在这方面是专家。对不起，失陪一下。文将军请便。能和你谈谈吗？当然可以。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行吗？啊，没想到我们俩居然也成了大人物了，走到哪儿都有人保护。青田秀把什么东西交给你了？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不用你告诉，他已经把实情都说了。哦，是吗？那你还找我干什么？对不起，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进去了。用这种方式取胜，你觉得光彩吗？只要能把敌人赶出我的祖国，什么手段都可以。但你不该利用他对你的感情。我如果要这么做，不必等到今天。好了，该进去了。今天晚上我们是主客，不要让主人等得太久了。那本日记你已经看过了。他真的告诉你了？是的。你应该了解他的为人。他不该这么做的。如果他因此被判了刑，你是有责任的。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吗？现在才想起问这个，太迟了吧。当初你从他手里接过日记本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他的安全。对不起，我是考虑不周。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太需要这种帮助了，否则你根本破译不了我的密码。你的日记我翻了一下，确实有用。那当然，那上面记录了我对密码的总体思路，只要掌握了这一点，就凭你的智慧，迟早会找到破译密码的钥匙。是的，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充分研究你的日记，我应该能够打败你。
现在很后悔呀，真不该带他来香港。是，你本以为通过他可以削弱我的斗志，甚至说服我加入你们，跟你们合作。是，我确实这么想过。你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现在不是普通的对手，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一争高低，在智力上分出个胜负。我现在是在保卫我的祖国，这是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你说对了，是你死我活，所以我要做这种愚蠢的尝试，明白吗？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日本情报部门绝不会让你还有那个钱德勒活着离开香港，懂吗？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说是我很重友情，也可以说我是愚蠢的虚荣心，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害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你的尝试失败了。是的，所以我劝你赶紧离开香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谢谢。不，应该是我谢谢你。我真希望我所面对的对手不是你，那样事情就会简单得多。是啊，我也希望是这样。如果不是你这位天才数学家，破译日本人的密码绝不会这么困难。天才数学家，你好像是第一次这样称赞我。是的，不管最后的胜负如何，我要当面向你承认，你的子马二号确实非常了不起。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子马二号绝不是我最好的密码。这么说，还有子马三号？对不起，我说的太多了。再见。请等一下，我还有件事。什么事？有什么事情快说。这件事我想请青田秀过来一起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考虑再三，决定还是把日记还给你们。你说什么？他对你有用吗？有用，但我不该接受他。为什么？是怕连累我？是的，我本来想单独交给你的，但是既然康夫已经知道了，还是当着他的面还给你吧。也好，我把他交给你是为了完成我的心愿。现在我的心愿已了，他也算完成了他的事。背着你做出这样的事，给你添麻烦。但是，我并不后悔。这本日记在你的手上放了几个小时，你完全有时间留一个副本。
一定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是啊，康夫，如果维俊真的要使用日军的内容，他根本用不着还给我。他当然要这么做，他要在你心目中保留一个完美的形象，他要让你相信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打败我。是的，我是这么想的，而且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不在乎别人相信不相信。只要你相信就行了。我相信。谢谢你。I'm so sorry. No, it's my fault. Can you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 哟，太好了，总算碰到一个能交流的漂亮姑娘了。可是我并不漂亮。小姐，你这是在逼着我夸奖你。就算是吧，我很想知道你会怎么夸我。那就必须要坐下来，然后慢慢听才行。可是我并不认识你。我叫钱德勒，美国来的。是吗？我是美国出生的。真的吗？你是在美国出生的？是。哦，太好了，这下可有的了了。我们该回去了。这么快就走啊？宴会才刚刚开始呢。明天我们要早起回日本。明天就回日本？是的。我的使命不可能完成了，该回去了。临走之前恐怕没时间告别了。老同学，再见。我现在心情很复杂，我希望我们能够再见，却又不知道会在什么情况下见面。见吧，应该不会。除非战争结束，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战争一定会结束的。好，我会记住你的话。Thank you.
大家都是为了打日本人，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何必要闹到现在这样你死我活？说到底还是为了权力，然后就可以做更大的官。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很乖巧。你的意思是如果有必要你还会和他上床？我见到疯子在哪儿？就在香港。不可能，他奉命接近钱德勒，还要和他去重庆。这个高俅跟王刚这个名堂。将军阁下，在意我。